个酋长，同时间来到，就未必是凑巧。身心的解药，未必就能医好。我们都知道，只不过我们认为自己最可靠。宁愿当玩笑，不愿计较。孤独的岛，躺在大海的怀抱，自由的鸟，爱上远方的困扰。热闹喧嚣，占领每分每一秒，恐惧烦恼一刻也不少。谁先先好，未必就是谁更好。谁先争吵，未必就是谁胡闹。眼前的一切就是如此的奇妙。就是有百秒道理。